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自动门。好啦，那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来做自动门呢？因为在别人的生存系列有看过有人做自动门，我就觉得应该蛮酷的，对，蛮酷的，所以想说那我也就来做自动门吧。可是我做自动门有一个麻烦点，因为我出口是四格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麻烦点。所以我要做八个压力板，因为我也是刚刚准备好材料后才发现，我们是四格的，怎么办？所以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办。对，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我想一想，这个推上去。I get it. OK， 那我们的自动门就不要用这个。那我刚去烧玻璃干嘛？我想到的是，那不如我们就用那个吧。栏杆，对，扔根扔根。OK， 我们不如就来做栏杆吧。我们需要四个栏杆，我这一个会变三个，那我们就要做两个，就变六个。好啦，那我们私底下做了些什么呢？我们私底下我又去刷了我们的史莱姆农场。好，先来讲仙人掌。为什么我们要来做仙人掌？就为什么要种仙人掌？因为那时候我跟太阳一起，就是太阳刚来冰的时候，我们有去沙漠，对，我们有去沙漠，然后不是要用仙人掌绿来弄我们的床，那我只有留一个仙人掌。我东西怎么那么多啊？红时钟机器先不用了，原本要来做小鸡，原本要来做自动小鸡什么烤肉这个东西。好，那后来发现我没有空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刚还没拿沙子。好，那我们之后也想要来做仙人掌，所以我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种仙人掌。这样子要隔一格啦。好，继续讲。我刚刚不是刚刚，I don't know。 好，私底下呢，我有去刷了我们的史莱姆，然后刷了一大堆史莱姆球，所以我就把它做成史莱姆砖给小鸡，做成史莱姆砖，然后来装饰一下我们史莱姆农场的地方。对，好，然后呢，我还要把鸡牵过来，因为不知道做这种小鸡烤肉鸡，然后私底下就差不多这样了。好，那我刚刚说我想到了什么？对，我想到说我们这里应该要踩压力板，所以我们要这里这样，然后把它这样放，还有我们的这个粘性活塞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好，差不多就这样。再来呢，我们去做一点红石的火把吧。那就可以。
听说，我们来实验实验，试试看，因为我也不确定是不是，就是是不是对的，试试看。OK, that's good. 这个和积木好，那我们为什么这就没了？那地板敲掉就没了？哎，没有七个。哎，那、我刚刚用手敲的关系吧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到底是那如果这样，对不对？还是不会关啊。要怎么做自动门呢？怎么办？好，这好像有方块，然后这里要放，然后这样。好像是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哎，同学，到底是怎样？不对吗？哦，哎呀，不知吧，我还是不知道哎。我试试看哈，我觉得还是这样的。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会成功，我光做一个自动门就可以做一集啊，不是？好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应该可以哦。为什么？哦，不要这样手敲。这样，你们看，有没有？哎，所以其实有，好，这样我们成功了，成功。我们只要把它装饰起来。坏掉了，你怎么坏掉了？怎么坏掉？蛋，你怎么坏掉？我不能在上面放泥土吗？不能吗？这样，我知道了，还是不行啊。它需要出去三格，所以
这应该是可以的吧？它不会冲突的，会冲突的哈。所以这样对不对？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些打开啊。所以我们这里要接线。过来过来过来到家，到这里。Oh, I get it, I get it. 不能用手敲压力板，这是我今天学到一个很重要的。不能放在这，因为压力板也会让红活塞跳起来，所以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你很烦欸，同学，活塞哥哥，你真的很烦欸，因为那红石触发又会把，好啦。这样 OK 吗？成功 ，Yes， 好，我们现在成功了。再来，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放上去。我们要用石板砖把它遮住。这两边不要有 many many 石板砖，然后这里也不要有，那里不能没有 many many 石板砖。哦、oh, ，That's not good，That's not good。好，所以这里一定要有 many many 石板砖的。那我们还要再做更多栏杆，看一下箱子里面有没有栏杆吧。他可能会从箱子蹦出来，然后说：“嗨，我是栏杆。” Many many 石板砖，哦，38个栏杆 ，That is cool。我什么时候做这么多栏杆？可能是耶， yeah, 我觉得我成功了。好。有，我觉得可以。我把刚刚那仙人掌看成苦力派，好酷！好，我觉得这样可以。你们觉得呢？那这里怪物会不会走来？不会吧？好，不会，我才不会，就是不会。有。然后我们要来把这里围起来，这样怪物就比较不会进来了，除非他特定踩到这两个压力板，不然他怎么样都不会进来啊，你说对不对？我们家有安全的维护了，然后再来，我们有一些火把，火把要干嘛呢？来装饰一下吧。火把要干嘛呢？当然是装饰啊，不然火把有什么用处？好哦，哟，对了，我换了新材质包，我应该就固定用这材质包，我喜欢这材质包。
对，好啦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就在影片下面点那个大大的喜欢。下一集呢，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应该会，我们会去订吗？还是我们会干嘛呢？不知道，再说吧。好啦，那如果喜欢影片，那就在赶快在下面点个订阅，快一点，现在就点，我给你5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了，点完了哈。好，然后呢，也不用追踪我的 IG 咯，里面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，像是绯闻或是绯闻，还有绯闻。好，就差不多这样，大家拜拜。